大家好，现在是晚上7点钟，我不知道啊，反正工作完了以后回来呢，我还有额外的工作，我就是要去签这500张的江湖 CD，应该很累了，可是还是要做嘛工作。可签签签呢，我居然获得最大的回报，你猜发生什么事呢？在这500张 CD 里面，我找到一张是这样的 CD，再看到也不会觉得奇怪，那是封底张大春老师，封面。也一样是张大春老师的封面，这是一张错题的江湖，谁都不能有。我要把它很特意的送给张大春老师，封底封面都是张大春，哇！所以你们这么获得是499张的我的签名 CD，这一张是其实第500张是属于大春老师的，呀！